月怀胎，养育子女，教养挫折，到子女忏悔改过，短短的剧情道出父母一生对子女无怨无悔的爱。有一句话就是讲，就算我们活到99岁，他们还是很担心，还是会担心我们，当作我们是小孩子一样。最重要啊，就是我们不要让他担心，觉得我们有时间啊，有那个能力，就是要及时去报那个孝道。我是最小嘛，然后就也是来到外地来读书啊，就没有什么人可以在家乡那边照顾他们这样子，可能就多一点回家去看。看他们，陪他们聊天，这样子，常打电话回家，这样子。独自抚养三个孩子的单亲妈妈黄女士，曾经为了照顾母亲，每天往返新加坡打工，对于演艺感触特别多。新加坡做工厂嘛，做电子厂，然后就回来，然后就跟妈妈吃餐饭。我有时候早上没工作，或者是放了工，我都会到妈妈家去喝一碗汤也好啊，或者一通电话有没有吃啊？叛逆的孩子伤透了父母的心，台上演艺志工们的精湛演技引起观众共鸣。他入监狱的那个时候吧，到了他的结尾，我觉得非常感动，差一点流过泪。报父母恩呢，其实就是自己不要让父母操心，自己注意自己的健康，然后不管你是结婚之前还是结婚之后，都要行孝，都要孝顺父母。后半段的都很让我很感动，尤其是报恩那个环节，我哭到不行，我非常感谢他们了，带我来这个世界，然后给了我一个非常健康的身体。新山慈青呈现的父母恩重难报经圆满落幕，留下的不只是满满的感动，还有每个人对孝道的例行与实践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马来西亚报道。七月吉祥的祈福会当然也在